有一只国王企鹅过27岁的生日，正常的王企鹅呢，人工饲养环境下大概也就是20岁左右，但是自然环境下呢，大概在8-9岁，所以说它按人的年龄推算的话，应该是90岁左右了。因为野外环境下呢，它这个环境是比较恶劣的，而且它那个天敌是比较多的，然后在这个咱那个人工环境下呢是没有天敌的，而且我们会给它准备很有这个营养丰富的饵料。